都说蜀道难，也都说笑不入川，可来的人不少，念的人更多。遇上成都，愁眉紧锁杜甫一改沉郁孤愤的时风，壮怀激烈的陆游也曾经走马锦城西，曾为梅花醉似泥。张恨水慨叹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在这里并不适用。舒心成说，这里的空气像富有弹性似的，使你走向慵懒的路上去。慵懒、散淡、闲适、乐观、圆融、平和，无论到没到过成都，人们都爱用这些词描绘这座城和城里的人，语气中带着羡慕、嫉妒或者怀疑。成都人哪来的好心态？这究竟是怎样一座人间锦城？上午十点钟的宽窄巷，茶馆还没开门，演出还没开始，挑这个点儿来的游客，通常是为了趁人少的时候多走走细看看。我们成都人都说石马桥石马桥，说这么几十年了，老石马桥啥样子过去从来没有一张。但是2017年7月30号这一天，不少人却因为一个老人的侃侃而谈放慢甚至停下了脚步。这是成都街巷志修订本的出版发布会，书的作者袁廷栋先生用4年多的时间撰写成都街巷志，又用4年时间完成了修订本。为写这个书，我是成都所有街巷我走完了，我没有车，我也不会开车，靠我的脚板走，全部走了。老城区只有一条小街保留了半边没有动，除此之外主城区500多条老街老巷100%改造，老的风貌都没了。我们这一辈都走了以后，年轻人到什么地方去认识成都，什么地方去看看他们的家园，他们祖辈生活的什么样子。成都街巷志用500多条街巷的历史勾勒了成都的变迁，很多照片是首次公布，很多细节鲜为人知，颇受成都人甚至是年轻人的欢迎。77岁的袁廷栋说，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修订成都街巷志了，但是他希望有年轻人能够接力不断地增订下去，因为一座城市的灵魂就在那一条条纵横阡陌的街巷之中。在宽巷子举行的发布会快结束的时候，井巷子一家茶馆里，田国际准备要上班了。每天基本上都是11点半就开始演，正式演第一场，一直到晚上，演到晚上11点。宽巷子、窄巷子、井巷子，3条平行的小巷，集中了诸多成都元素，是游客体验当地休闲生活的首选之地。偏居西南，物产丰富，生活富庶，无灾少难，这个温柔乡造就了成都人的散漫闲适。最能体现这种闲适的就是成都的茶馆。晒太阳的人些都在院坝中间，有的抓瞌睡还扯蒲汗，有的在耍手机微信上聊天，
老式的成都茶馆都是有扶手有靠背的竹椅子，可以半躺半坐，一杯盖碗茶可以泡一整天。喜欢自娱自乐可以打围鼓，喜欢听书看戏也各有合适的去处。如今锦巷子的茶馆里桌凳高了，茶钱涨了，索性盖碗还是那个样，三花还是那个味儿，老船工还是那个爱说笑的老船工。刚刚相逢西湖上，转眼就在百花堂，这种激情与速度太快了，那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。哎呦，这个俗话说得好啊，人世间在茶馆里熏，在茶碗里泡，在市井中茁壮起来的川剧自然会迎合市井的观赏趣味。川剧中有很多互动性的表演，杨贵妃赏了荔枝给高力士，高力士会对观众说，娘娘赏赐你也尝尝。有的戏里小姐出门，丫鬟会先和大家打招呼，我们小姐难得出门，请你们给她让一下路，不要把她挤着了。茶馆里的老船工一直在跟观众聊天，不时蹦出最时髦的词汇，忽而戏外，忽而戏中，妙不可言。在茶馆演出的演员每场演出之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不过田国际可以多休息会儿，因为在《白蛇传》这样的大戏中他是跑龙套的，用田国际自己的话来说是翻跟头的。1999年我们的四川省川剧学校，四川省艺术学校现在叫去我们河北招生所以来了个四川。那会儿9岁，学戏的话我们学的比较少，主要是武功为主就是翻跟斗，练点身段，因为学川剧的话，我们还第一就是过不了语言这一关。哎，我在外面耍的巴巴实实的，为啥要回去？10多年之后，田国际终于能在戏台上开口讲话了。皮筋滚灯是川剧小丑剧中的经典之作，有大量展现四川话幽默特征的念白，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把握其神韵并不容易。好有路斯文呢，我那个样儿相当斯文呢。下班后田国际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吃火锅，如果不是偶尔会有几句河北话冒出来，很难分辨谁是四川人谁是河北人。儿子在哪儿呢？儿子在住院呢，给我的感觉还有点拉肚子咸。期间有朋友说打算结婚，有朋友在讨论要不要订娃娃亲，田国际说他的心愿就是在成都好好过日子。和宽窄巷隔街而望的是一条僻静小巷，蜀华街。尹丽萍，成都7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她上班的地方成都7器工艺厂就在巷子里。七厂这块地方我觉得特别好，对面是宽窄巷子，旁边是琴台路，然后呢再过去一点点杜甫草堂，然后四川省博物院，然后宽华七这边呢，我们的这个成都市博物院，前面虽然是大街的，我们的成都市的主干道，东西主干道，蜀大道，但是呢，它又进来了以后，拐进来了以后，就觉得特别幽静，大隐于市的感觉。今天的蜀华街，虽然僻静的有些寂寥，但在早年间，它的身份却比宽窄巷要尊贵。
清政府为在成都的旗人专门修建了一个城中城，视为满城，亦称少城。蜀华街是少城的八条官街之一。彼时的少城好景一年看不尽，堪称世外桃源。岁月变迁，当日备受冷落的小巷摇身一变，成了市井的代言。蜀华街倒是不急不躁，这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厂房更是宛若现世桃源。满眼绿。1975年，喜欢画画的尹丽萍被分配到成都漆器工艺厂。42年间，她无数次路过琴台路，无数次路过杜甫草堂。生活在成都，很容易和古代的文人们相遇。尹丽萍把她遇到的诗文腾在了日子里，漆器中。尹丽萍正在打磨她的另一件作品《春暖花开》。漆器原本就是慢工细活，成都漆器尤甚。三雕一刻，成都最富地域特色的修饰技艺，无一不极耗工时，而成都愿意这么慢。慢，是成都市闲逸的极致表达。42年，尹丽萍就在这个老厂房里，打磨着漆器，打磨着手艺，打磨着时光。无论窗外怎样沧海桑田。桥西侧，南河北岸的小街，过去叫柳荫街。在柳荫街的一次拍摄，改变了萧全的生活。那是1990年的9月。当时这个地方有茶馆，然后就它路上有老人、小孩在做作业，老人在打长牌，然后这个鸭子在这个河面上嘎嘎嘎嘎的叫。当时就知道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拍三毛。这座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城市，天人合一，顺应自然，衍生出了一种特有的知命通达。他们不怨天尤人，自然也不在乎他人的眼光。显然，无论是随性洒脱的三毛，还是诗意浪漫的萧全，都在这里找到了共鸣。